近日，吴京与替身的合影曝光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照片中，吴京与替身身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两人并肩坐在长椅上，虽然动作不一样，但神态十分相像，五官也有九分相似，胡子的形状都完美还原，令网友惊呼两个人简直是双胞胎。也有网友提出，两个人唯一不大像的就是眼角的笑纹。此张照片也让网友感叹替身职业的辛酸与伟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